今天刚刚下完雨，现在月亮出来了，想不想碰碰运气，说不定咱们能找到暗夜彩虹。当然想了。我的脚是因为你才受的伤，你就准备这样不管了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你上大学的时候一定学过，人体的唾液当中有一种叫做欧皮尔芬的东西，这种物质呢，镇痛效果堪比吗啡，所以说，直接接吻有助于镇痛。